十分访谈。今天我们一起来关心一下我国下半年的经济展望。贸工部今天早上发布的经济预估数据显示，我国第三季国内生产总值仅增长0.6%，这个低于上一季的2%。是的，其中服务业出现近年来的第一次同比萎缩啊，服务业在我国经济扮演重要的角色，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是的，那这一次的表现欠佳，主要的因素是什么呢？欢迎今天的嘉宾，大华银行经济师陈达德来做进一步分析。你好，嗨，今天好，好，你好。首先为我们讲解一下为什么第三季的增长0.6%。是，其实这第三季的这个经济增长0.6%，是我们从2008-09年经济萧条以来最缓慢的一个季度。其实我们也看到，在大环境呢，从2012-13年开始呢，由于全球的经济开始放缓，直接影响到新加坡开始是比较外向型的一些领域的萎缩。然后致使呢，这个制造业方面呢，其实之前呢已经萎缩了连续六个季度。可是这是第三季呢，其实它的萎缩虽然是处于还是在制造业里面，可是另外一个让我更担忧的是服务业方面呢，它的增长呢其实也变成一个萎缩了。而这也是从2008-09年我第一次看到这个年比的增长在服务业呢也是第一次萎缩。好，我们现在在节目当中也来看一下这个图表。刚才我们看到说这次主要在这个经济数据方面的变化是，请达德为我们解释一下这个图表。是的，你可以看到这个图表哈，很明显的看到在右手边那个服务业哈，当时在今年第一季还有一个1.6%的一个增长，然后来第二季1.2%，第三季首次整个服务业萎缩了0.1%。建筑业方面我觉得局势还是可以，因为目前还是有增长2.5%。可是最让我比较担忧的另外一方面是这个制造业，因为第二季我还以为制造业增长1.4%，开始好转的一个现象，可是呢之后第三季其实又萎缩了1.1%。所以整体来讲呢，因为这个服务业还有这个制造业在第三季的萎缩，它带动了整体的这个经济的这个萎缩。对，那这样整体上来讲，如果这个情况持续的话，会不会造成我们在中短期之内甚至出现经济萎缩的情况？当然我不排除在中短期下一两个季度会有一个技术性一个衰退。可是让我更担忧的不是季度性衰退，这个技术性衰退呢，其实只是两个季度的萎缩。这我们其实之前有看过雷曼兄弟那时候的问题，我们看过新加坡经济进入了4个季度的一个萎缩。让我更担忧的这一次呢，其实是一个长期一个经济增长还有增长，可是非常缓慢的一个结构性的一个问题，这让我会更担忧。是，我们看到这个服务业刚才图表上也说同比萎缩的下滑0.1%，你觉得具体原因是什么？具体原因其实是这样的，在服务业领域呢，其实有两个部分，一个部分呢是内需型的一个服务业，就包括饮食业这方面，餐饮业这方面，另外一个是比较外需型的，其中一个比较大块的是批发零售业，批发业。那在这个服务业在这么多个季度开始，它的增长开始下滑，当然呢，其实是那些外向型的服务业首次是受到一些冲击。可是目前我们看到呢，因为去年和今年的失业率开始提高了，而冗员方面呢也是在2008-09年首次看到这么高的一个冗员的这个数据，所以国人如果开始很比较多没有工作的时候呢，开始就是缩紧腰带，然后呢这个比较内需型的服务业已经也是开始受到打击了。所以我们看到第一季第二季很明显的完全是一个下滑的趋势，对吧？是的，是的。所以刚刚所说的这个第三季的这个萎缩也是我们看待第一次的一个萎缩了。是，好，刚才你提到说有包括这个国内市场本身还有一个区域性的因素在里面，可能短期之内也很难得到解决。当然如果我们现在看待新加坡的一些比较大的一些贸易伙伴国，其实他们个别除了美国以外了，其他的大国包括中国在内，他们的经济的这个增长也是开始放缓了很多，在这几年都已经放缓它的步伐，这当然会影响新加坡的一些比较外向型的领域，那包括制造业也包括外向型的服务业。所以我觉得现在大致上是整体的这个增长的放缓了。那这样子看来是不是制造业受到的冲击还更加的强烈？其实对制造业目前看待的大多数不同制造业的领域，它受到的冲击都是非常强烈。当然里面包含了一个比较乐观的一个领域，那就是电子制造业。电子制造业在这6个月到现在呢，其实它还有增长，
年比有双位数的一个增长，还算是不错。可能是因这些智能手机这方面的一些需求呢，所以我们的这个半导体的方面的这个制造，在这六个月内提高了许多。当然，去年的这个制造，这个半导体方面，我们那时候比较差了，所以因为这个年比的效应来说，可是大致上其他的制造业领域都不是太过良好。对，我们同样有一个图表看一看哈，是我们发觉从这个。第二季到第三季，实际上它的变化是非常大的。是的，我们看待刚刚有所说了，在今年第二季之前呢，我们的新加坡的这个制造业方面，因为每个领域处于非常一个低迷的一个状态，都已经下滑了六个季度。而因为它下滑那六个季度，它已经把这个问题转嫁到新加坡的这些服务业方面的领域。而我们以为第二季增长了1.4%，可能是一个好现象嘛？对，还不是，因为有某些制造业方面的一些领域都是还是非常欠佳的。那包括海事业，也包括最近这三个月来我们看到的这个生物医药方面，他们的这个增长都没有增长到，反正还是萎缩，把整个这个制造业把它拉下来。对，但这些都是非常主要的工业哦，在接下来会不会看到有？任何可以让这个情况逆转的因素呢？当然我们接下来要看两大方面。第一方面是我们的外向的一些区域的一些经济体，他们会不会有一些好转？因为大致上新加坡还是一个小国，我们大多数所做的东西都是出口贸易，是。而贸易不只是商品，也是在这个服务方面。最近呢这几年我也看到，在这服务方面也有提高我们的这个外向型这个出口。所以我觉得第一方面我们要看待的是这个区域的国家，他们的经济有没有开始恢复正常。那当然也包括中国，因为中国怎么来说还是我们第一大的一个贸易伙伴国。第二方面要看我们经济内需的方面的结果怎么样啊？当然也是不希望看到这个失业率提高，希望看到员工们有进去这个做好这个在培训这方面的应该很重要。所以整体呢内向型，我们要看到我们的整个经济的重组接下来走的方向，那我们也应该是非常期待这个未来经济委员会将提出的一些不同的一些方针，怎么帮我们在接下来5年、10年提高我们的这个整个这个国内生产总值的这个潜能。那么今天这个所谓0.6%的缓慢增长，包括刚才讲到的这个经济的表现欠佳，尤其是制造业、服务业，对，对国人来说或者普通百姓最具体的影响会有哪些？对，我觉得我觉得第一大问题哈，目前我非常关注的是，因为服务业包括外需或内需的服务业方面的领域都开始萎缩的话呢，我第一的担忧是这个冗员的这个次数会不会提高？在去年和今年，我们看到冗员已经提高了。虽然没有比2008、2009年当时这个冗员方面的那么高，可是我觉得逐渐的，因为这个服务业开始萎缩了，可能会影响到新加坡接下来的这个失业率。怎么来说呢？因为这个服务业虽然它占整个国内生产总值占大概1/3，可是它聘请的员工是大概是72%。所以它请了非常多员工，包括这个餐饮业，包括零售业这方面都是聘请很多员工的。如果这个内需方面的服务业开始萎缩的话，直接会影响到这个员工的薪金的增长，直接会影响到新加坡接下来的失业率的。同样，我们有一个图表来看一看哈，制造业跟服务业的增长情况。对这个增长情况，我们从看到这个图表哈，我们看到红色那条线其实是从2005年开始到目前，可以看到它的波动是非常大的哈。为什么波动会大呢？因为这个整个制造业，新加坡所制造的产品大多数都是出口的，所以我们非常依赖外国的外来的一些因素。只要某些国家经济好转或者低迷呢，直接会影响到我们制造业。可是服务业刚刚所说的有两大领域，第一是这个外向型的服务业，可是比较大的地方呢是这个内需的服务业，所以它虽然有经济萧条2008、2009年，可是这个服务业呢它的疲软只是一下子而已，然后又回弹的，然后从2010年、2011年开始呢，其实这个服务业非常平稳。可是在右手边我们看到2014、2015到2016年呢，这个服务业的这个增长开始下滑了，直到刚刚今天早上所公布的第三季度，服务业终于首次
进入这个萎缩的这个状态。所以可以想象各个领域之间它的关系是环环相扣的、哦、是的是的，往回看服务业是比十年前的也是不如、嗯、更不如、这个、对对对，现在平均的服务业的增长是比十年前还来的低了。是、嗯、好，现在贸工部已经预计我国下半年的这个经济增长呢会是低于上半年的2.1%，那全年经济增长的预计是介于1%-2%，对此您的意见？我觉得是很合理的。尤其今天金管局也有说今年全年的经济增长可能还在1%-2%的尾端的低端，就可能接近至于1%都有可能。去年我们经济增长2%，那是2008-2009年来经济增长最缓慢的一年。今年如果是在1%-2%，根本都没有超越过2%的话，那也表示今年的经济增长还会慢过去年。所以这样的话呢，我觉得接下来我们非常在经济方面重组方面的挑战是非常非常大的。最后一个问题，这个让新元持续零升值这个举措的意义在哪里？对，我觉得新元暂时目前呢应该会继续的零增值，因为你看经济如果没有好转的话，开始进入这个萎缩或者比较慢的话呢，我们最不应该看到的是新元在增值。因为你想，如果你是个跨国企业，想在新加坡开你的设厂或者开办你的公司，成本马上就高，成本马上就高，因为新元还在增值，可是你的那个劳动力根本都没有提高。是，所以就是应该这样，我觉得应该继续零增值。的确，看来接下来不管是个人也好，企业也好，保持自己的竞争力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防患于未然。好，谢谢，谢谢，谢谢。观众朋友，如果你想针对今天的话题提出看法，欢迎到我们师成有约面部网页留言。稍作休息，稍后带来下一段的内容，不要走开，稍后见。稍后见。